接下来先是揽雀尾的左棚，一，提左脚，同时右手下落于胸前，然后右手变立掌，左手变棚掌，转腰胯，往左侧胯出，脚跟落地，脚尖60度，往左侧棚去，然后转腰打开双臂，手的动作、身体的动作和以前完全一致，就是这个脚尖是45度，因为开始的时候是45度，所以现在结束还是45度。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45度呢？它就是在练习我们的开胯，把胯打开，所以这个动作比较开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这个脚尖是45度。而在上去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更多的用腰和腿的动作。再看一遍，一、二、三，然后是上步、右棚、捋、挤、按、这些都是重复的，单边还是重复的动作。接下来是云手，左云手、右云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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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云手、右云手，一共5组。接下来还是单边，下面的动作呢是下势，这是一个新动作。首先重心后移，同时右脚尖外摆，左手呢变成了横掌，自然弧形下落，右手勾手不变，这个动作呢就是下势。这个下势的动作就是要蹼步往下，和平时我们的动作有所区别，就是要往下，越低越好。但是由于年龄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高度。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步伐，弓步，右脚外摆，外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开胯，然后往下坐腿，下来了以后记住膝盖对着脚尖，不能够这样，一定要对着脚尖，前面的脚不可以收回，还是绷起，整个动作要一气呵成。左手呢有个弧形，左手有个弧形，从这里开始立掌变成横掌，然后抽掌回来，手心一直向右往下，再看一下我的整体动作，单边，一、二、三，这个膝盖要对着脚尖，这脚尖45度就行了。
最好这个脚尖能够伸直，手在这里，眼看前方。好，请起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身体，不单是这个手下去，随着这个脚的外摆，这个手同时做，这样脚腰手同时做，然后下，垂直的下，不要后仰，做到身体是这样的，不要这样。金鸡独立，首先重心前移，同时左脚尖外摆，左手上，右手下，转腰提起右脚，呈左金鸡独立步，然后脚尖落地，换脚，呈右金鸡独立步。这个动作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要从下面到上面。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拳友在从下势上来的时候，左脚不外摆，不外摆呢，这个腰胯就松不了，就没有一个惯性把你这个动作给带起来。还有的拳友当左脚外摆的同时，右脚就内扣了，如果右脚一内扣，这个胯就正了，接下来就没有腰的作用，就是直上直下，等于就是手脚的动作，那就不行。这个动作需要用的是腰，而且要用膝盖去攻击对方的裆部，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一气呵成，用腰胯。特别是要用腰把后面的腿带起来，要有这种感觉，不能够内扣，扣完了你看，虽然是容易了一点，但是不符合我们太极拳的要求。如果中年老年人做不到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步子这么大，可以步子小一点。同样，这样做也对，也不一定要这么低，因为我们首先认为是一个质，质就是动作要准确，然后呢才是一个量，就是可以逐步的降低，步子可以逐步的扩大，但首先是质，然后才是量，不能先是量，动作做不准确。再看我练习一下这个动作，接下去的动作还是重复的倒捻猴，首先右手后摆，斜的方向，同时坐腿，倒捻猴五组动作，
接下去的动作还是重复的，斜飞式。提手，上势，白鹤亮翅，左搂膝傲步，海底针，扇通背，下面的动作呢，叫白蛇吐信，基本上和撇身锤一样，只是右手改拳为掌。这个动作它是从扇通背开始，与撇身锤的前半部分完全一样。接下来的动作，脚先出去，然后是拳变掌，抽回的时候呢也是掌，要记住这个动作，动作的步行步伐和撇身锤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撇身锤拳抽回来，现在呢是拳变掌抽回来。接下来还是进步翻篮锤，慢慢的掌变拳，进步翻篮锤，左棚右棚，捋挤，按单边，这些都是重复动作，转腰勾手翻掌，左脚往前左侧跨出，打开双臂撇脚，然后又是云手，第一组左云手右云手，第二组左云手右云手，第三组左云手右云手，第四组左云手右云手，第五组左云手右云手，然后勾手单边。接下来的动作呢，高探马我们已经学过了，带穿掌，这组动作呢是新的动作。高探马和以前一样，身体要起来，脚尖点地，下面先看一下穿掌的步伐，蹲下以后，左脚向前迈出，脚跟落地，呈左弓步，由虚步往下变成了弓步。这个手的动作呢，首先是右手翻掌，翻掌同时左手往上往前穿出，
左手呢，大家看清楚，左手要稍微的往上提起，稍微的提起以后穿出，穿，所谓的穿掌不是拍掌。很多拳友在练的时候这就不对了，应该穿掌平的出去。右手呢，从左手的手臂下面过，然后手心往下翻，再看一下动作的整体配合。单边，高探马，带穿掌，然后呢是十字蹬腿，一扣脚就变成了十字手，所以呢它叫十字蹬腿。别的蹬腿分脚它都有一个开合的动作，这个动作它就没有，它就直接的变成了十字手，所以它叫十字蹬腿。起身蹬腿，从十字腿开始，首先左腿微屈，两手回到左胯旁，然后重心前移，右脚尖外摆的同时，两手横扫于胸前，右手同时翻掌握拳，左脚上步，脚跟着地，左手搂膝，右手击拳。这个动作呢就叫指当锤，指向对方的裆部。指当锤和以前的几个锤不一样，以前我们已经学过了，斑斓锤在胸前，栽锤在膝盖的位置往下，这个是栽锤。而指当锤出去以后呢是平的，它是从这里出拳击向对方的裆部，叫指当锤。所以这几个不一样的锤是不一样的拳的动作。首先看一下这个脚步，从蹬脚开始，首先屈膝，两个腿同时屈膝回收，然后右脚跟着地，脚跟着地，重心前移的同时，右脚尖外摆转腰，左脚跟着上步成左弓步。好，这是一个步伐。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右脚要随着重心的前移，要连贯的外摆，落地以后随着重心的前移右脚就外摆了，外摆了就注意转腰胯，随着这个动作手就带过来了，然后上步。这个手的动作呢，首先从两臂打开开始，一的时候两个手回到左胯旁，手心向下，然后接着横扫与胯前，当两手到了中间的时候，右手慢慢的变拳翻回抽。注意往回抽，到了这里后变拳了，掌变拳慢慢的回抽到胯旁，左手同时也回到胯旁，对了，一起回到，从这里一二三，前面是左搂膝，右手是击拳，这个拳呢一定要和裆同高，不要太高也不要往下，平的。这个手和以前的几个手法有区别，区别之处呢
不单是往当中打，斑斓锤呢是平的，微曲。栽锤呢，它是往下，往下指。而我们现在学的指当锤呢，它是稍带有平，有一定角度。右手要超过左手，这面再看一遍，再看我整体做一遍。上部揽雀尾，一、二、三，鹏、吕、几、按，接着是重复动作，单边。接下去还是重复动作，下势。接下来的动作是新的，叫七星上步。首先，重心前移，同时左脚尖外摆，右手握拳，左手变拳，上步、虚步、上步七星。这个动作呢，它是一个虚步。首先看一下步伐，这个步伐跟以前的金鸡独立有相似之处。金鸡独立是提膝单腿，而这个是变虚步。再看一下，从下势开始，首先重心前移，前移的同时左脚尖外摆，转腰胯，转腰带动后面的脚，上步脚尖点地，成一个左虚步。这个动作呢，有很多人做不到位，特别是下势了以后外摆，等上步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同样的问题，脚尖扣离，然后再上步，一扣腰就正了，所以不能扣脚，还是原来的位置，要用我们的腰来带动我们的腿上步，成虚步。还有重心前移的时候一定要一步到位，连续行动，不要先弓步然后再外摆，这样动作断了，就很难把力传到前面去。仔细再看一遍，有许多人先弓然后再摆，也有的人呢还没弓就外摆，都不行，也不能有这样的动作。这就是双重，力要么在后要么在前，然后上步。这是我们的腿法。手的动作呢，从下势开始，左手上，右手就下，下来的同时右手勾变拳，很自然的一下来之后勾变拳，准备往前击拳。这个手呢也慢慢的变拳，两个手一前一后，右手呢打出去，左手收回，两个拳相交于胸前，就是这样。特别是这个拳的形状，很多人一打呢就变成这样，或者这样，或者这样，都不对，直的一拳出去，朝斜的方向打去，这里还有一拳，
两个拳是力拳，拳面向斜上。这个腕一定要坐起来，不能这样，也不能这样，这样就不对。拳眼向上，拳面要平。这个动作手要交叉，不要太里面，也不要太外面，不要这样。整体的再来看我配合一遍，单边下势，接下去的下面的动作叫退步跨虎，我们从七星上步开始。首先拳变掌，左脚往后跨出，转腰跨，在转腰跨的同时，两手心相对，提左脚，打开双臂。再看一下，右脚后撤，脚掌落地，转腰拳变掌，两手相合于胸前，打开双臂。这个叫退步跨虎。这个步伐首先看一下，从虚步开始，右脚后撤，脚掌落地，斜的方向，然后转腰，提带左脚，然后脚尖落地，从左虚步变成右虚步，还是一个虚步。这就是步法。手的动作呢，从七星开始，首先转腰，边转边打开拳，两手呢就是交叉了，但有个空间，不是抱一个球，是交叉。左手心向下，右手心向上，到了侧面，然后右手心往外边走边转按出去，左手是下踩，注意这个动作，它和白鹤亮翅完全不同。白鹤亮翅呢是上撩，或者叫上蓬，它是往上蓬，而这个动作呢是按，往侧按，它是边转腰边旋转你的手臂，弧形的上提，左手往下踩，踩身体不要完全的正，稍侧，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这个步子要比白鹤亮翅的大，步子要大，是退步跨虎啊，好像骑在虎背上的感觉。步子要稍大一些，不能太小，太小就转不了腰胯。这个动作呢比较大气，看清楚啊，这个手要稍微大一点，不能再上，不能再下，稍微侧一点。好，整体的动作看我再来练习一遍。上步七星，接下去的动作是转身摆莲。首先第一组动作，左手上提上撩，然后右手回抽以后转腰推出去，有一点像玉女穿梭的动作，但步伐不一样。左手在里面，右手向外推掌。然后第二组动作，二旋转，以脚掌为轴，脚跟落地，身体转回正斜方向，然后坐腿起左脚，
百连，头看后面，斜的方向，弓步，转腰，履带两手。三，弯弓射虎。这是两个动作，转身百连和弯弓射虎。我们放在一起做了，这两个动作是360度旋转。首先看一下脚步的步伐，第一组动作只是转腰，脚不动。第二部分以右脚掌为轴，同时左脚掌微转，转足了重心不变，然后起左脚弧形，脚跟着地，脚尖微微翘起，然后慢慢落下，同时右脚尖斜的方向呈右弓步，坐腿，做完了之后坐腿，然后起右脚，右脚往左侧踢去，然后摆连，脚跟原地落下，弓步，转腰，弯弓射虎。这是一个弓步的动作。再看我完整的做一下转身摆连的脚步，特别要注意这个动作的中定，中定就是重心，好像一把圆规一样，右脚就像一把圆规的针，把它固定成为中定。再看一遍，一、二、三，然后提脚摆连，落脚，弓步。好，手的动作呢，第一部分左手提起转腰，右带推出，身体要带回再推出，手呢，左手上撩，右手回抽到胸前，然后再推出去。这个动作要正，不要偏，不要偏，正方向，右手在前，请注意看。接下来呢，一转身，右手不变，左手下落，微落，这不要太多，不要太多，微落，掌根朝外，这个掌根力点在下，转了一圈之后，右手自然向前，左手在后，转回原地。现在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等身体转完了以后，很自然的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手心向下，摆连，抹过去，平的，然后呢，右手心朝上，摆连了以后，右手心就要向上翻，是阴阳手，不能摆完了之后还是这样，这就不对了。接下来往右侧履带，握拳，弯弓射虎，这样。右拳呢，在右太阳穴的旁边，左拳在斜方，握拳。在很多书本上说拳眼对拳眼，很多人就本本主义了，拿了一根棍儿，拿好，拳眼对拳眼，这样就太过死板了。书本上的表达还局限于书本上，
这个动作呢要沉肩坠肘，自然的拳在侧面，这个拳眼呢还是对着这边，左手呢握拳，拳面在外，拳眼朝上斜，不是往上，也不是平的，这样稍斜，这样呢也是拳眼对拳眼，你看拳眼对拳眼，但不是笔直的对着，自然的对着，拳眼对拳眼。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要太过本本主义啊，不要太过本本主义，当然按照书本是好的，但也不要太过本本主义。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动作，再看一下我的这个手，特别是手从退步跨虎开始，在我们练习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四个脚，百连的四个脚，当我们转过来以后，一眼神要顾及右斜侧，二百连完了要顾及左后斜侧，三履带回来以后稍顾及右后斜侧，四前左斜侧。所以这个动作要顾及四个点，一二三四，但是一二四要注重一点，三是带过，一二百连，三稍带过，四。好，整体的我们练习一遍，看一下，退步跨虎，推出去，接下来以右脚为轴，脚跟着地摆正，带过，弯弓射虎，弯弓射虎，这个弓步是斜的，身体呢基本上是朝斜方向，但是眼睛看左边。这个动作如果把手放下，把头转正，弓步是正的，很多人动作一转跑到那里去了，这就不对了，腰里边的力点没有了。在我们学拳的过程当中，特别要顾及这个身法和中定，在百连的过程当中手法要配合好，横扫，一二三四，看到没有，有的光动手不动脚，脚提起来了一拍，那就不对了，这要求同时，这样才对，要做到含胸拔背。有的拳友说，傅老师啊，我的手短腿长，我拍也拍不到，这不是问题，是没有做到含胸拔背，含胸拔背了就做得到，这个动作做到这里我也拍不到，但是我含胸拔背了就能够拍到。这个动作啊，要把它做好需要多练习。再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回撤以后左脚出去，然后这个感觉要出来，身体要拉动，下面的动作是颈部扳篮锤，注意接口，
左手变掌，左腿转腰，右手下落，然后上步搬，基本上在原地，基本上在原地，搬，拦，上步直的方向，锤，马步击拳。这组动作呢是重复的，但是它的连接部分不一样。从弯弓射虎开始，弯弓射虎，首先左手变掌，然后右手下落，好像一个履带的动作，带到左边，再搬出去。身法手型一定要配合好。再看一遍，搬、拦、锤。接下来是重复的如风似壁。十字手，然后重心移到双脚，这真身的太极已经结束，合太极了，然后两手下落，沉肩坠肘，坐腕要到位，好，然后再松掉，整套动作完成了。整套的八十五式的杨氏太极拳已经学完了，特别是后面的结束动作要注意。要交代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动作完了以前还是要分虚实，这个动作还是分虚实的，太极还没有结束。当你两手要翻，这个时候脚尖一块下，重心就到两个脚了，然后就是合太极了，收势。当你的手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双重了，双重就意味着没有太极了，结束了。最后还是以肩带肘，以肘带腕，沉下去，一直做到胯旁，到位，然后再慢慢松掉。有很多拳友不在意，完了，不对，一定要到位。好像我们的起势一样，一开始的起势手提起来，真正的太极还没有开始，只不过是一个起势下来。真正的太极是转脚跟，一转脚跟，这才是真正太极的开始。那真正太极的结束呢，也就是在我们放下来之后。对了，整套八十五式杨氏太极拳，其中有五十几个动作呢是我们要学的，还有三十几个动作呢是重复的，组成了整整八十五式。特别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要注意步伐、身法和手法的配合，上下动作相随。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注意一个口诀，我经常说的脚、腰、手。以前祖师都说过，有脚而腰而肩而手，是吧？有脚而腰而肩，行之于手。我现在给它简化了一下，脚、腰、手。每个身法呢，脚先出去弓步，然后转腰，然后是这个手出去，肯定是脚、腰、手带过去，
不能够手和脚同时出去，那就甩出去了。另外就是还要掌握拳的节奏，太极拳是一门一通百通的艺术。好吧，我们就练到这里，再见。
learns how to fully express his strength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n he has achieved Fa Qing, or refined streng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fined strength is vital in practical martial arts application.